Hello，大家周末好啊！我是摩根。正常游戏中呢，凯皇一直处于爸爸级别的存在。那么觉醒之战这个模式呢，已经上线几天了。要问这个模式谁最强？如果说最强有点夸张啊，是比较强，强得很明显。我个人认为，目前31位英雄中，凯皇名列前茅。我们先看看官方给出的强化版凯皇的描述啊，简单易懂得很，几个字就概括了。大招一开，可能连爹都没来得及喊。这个描述应该够直接了吧？技能加强后变得更加粗暴，一能现在不能拖动，点一下就可以锁定释放，完全不用拖动啊，也拖动不了。可以丢出来3把刀，并且每把刀呢可以弹射5个目标。不过有时候能丢出5把刀，我们姑且就算它3把啊，好像完全不用回家。这个加血的频率高得有点吓人。二技能不变，不过开启大招后那就完蛋了。开启大招后呢，英雄体积增大了 1.5 倍，名副其实的巨人了，比其他英雄都高了一截。并且开启大招后呢，格挡效果比正常模式高了 1.5 倍，在我看来应该不止，因为跟别人打架的时候呢，压根不怎么下血啊，并且最恶心的是刀刀暴击。大招状态二技能的范围，大家可以用尺子量量啊。团战一刀打一群人是这个意思。变身时长能维持12秒，变身过后呢，其他的不说，就这体型，好像没人敢跟他打吧。除了大后期的吕布呢，其他英雄估计看到他变身呢，连最基本战斗的想法都没了。被诅咒的可悲人生，终结于我的剑刃。一个人可以被毁灭，但绝不会被打败。哦。相信我，叛逆期的少年需要更多蔬菜。为何容忍魔砍？他时刻提醒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。饮血的刃越发空虚，求索的不止于剑道，更深达灵魂。剑刃灼烧魂灵，让我们变成如今的模样。剑刃灼烧魂灵，让我们变成如今的模样。荒漠中，我看着半灵花，它我活下去的方向。大家认为目前模式的31人中谁更强一些呢？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研究一下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